现了这个游戏，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游戏其实就是由三经纬法所组成，并且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游戏它求出解的所有的最少步数，然后并且我们还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。然后当层数为1000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原本它总共需要499500步可以完成它的解，经过我们的研究以后，经由我们的方法，它只需要7步就可以完成它的解，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运算步数。接着我们发现任何一层的排列方式以及符合2层公式系统的层数只要 一步就可以完成，接着3层公式系统的层数只需要2步就可以完成。接着我们发现这个游戏其实就是由三经纬法所组成，并且我们归纳出了这个游戏的最少步数函数解法以及它的最少步数。最后我们研究出了一套坐标系统，可以快速求出 D I 列迹 Jagger 的解。这是做极昼日光，以太阳在天空中绕着极昼运行的特性来制作的。我们先算出时间线、日期线以后，来绘制出日光，大家放在制作上就能进行观察，再配合手表时间，就可以计算出我们正确的手表时那个手表时间。出来的实验装置以及分析方法，然后来进行观察，观察整个落体在入水之后所会产生的空腔技术现象。那同时我们也针对改变空间落体速度、落体截面、改变落体形体、表面状态以及不同的液体种类还有油水分层来进行观察。那最后我们也发现在油水分层的实验当中会发现有结的现象产生。